Hello，我是江江。我们来介绍这台车。虽然我个人是不推荐买这台车了，哈哈。我们在这个战争商店，OK，它叫做装甲乡村。那为什么不推荐它呢？因为个人觉得用到几率实在太小了。当然，如果钱多的话，可以购买一下哦。有批发价格的话是220万。那如立即购买的话是290万，OK。那它这个是可以挡铲除前面的那个僵尸啊，或是车子啊，然后机关枪可以扫射，对啊，没错，世界末日就近了，这辆坚不可摧的战车已经推出市面，它根本就是在学那个那个阴湿路吧 ，OK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性能跟改车好了。哇，好适合现在这个时刻，现在是晚上。可惜它没有模组，而且它也很排斥有人用模组。像 PC 版用模组的话，它就把它封锁。它如果开放模组的话，我相信会更多玩家会玩。虽然说它现在本来就很多玩家在玩的，哈哈。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模组的啊，对啊，PC 版PS 版没有就是了。只是加速起来蛮快的，啊，这辆车不能改装啊，那么就到处去晃晃吧。我们来试一下那个机枪好了。诶，怎么上去啊？应该可以够，应该可以那个切换吧。有点忘记怎么切换了。哦，它灯可以开这样子的，没有两个灯，然后四个灯。切换座位是怎么用啊？不会用，应该有办法切。啊，算了，先这样吧。那台大台的应该也不能这样子，不能改，哈哈，直接把它撞开。哦，哈哈，演到人了，这可以直接撞开耶！哇，